五个男主角被一个女的干掉。得奖的是陈雅兰，嘉宾歌如白王，恭喜！我在想哦，台北市哦，到现在哦，应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。是五个男主角被一个女的干掉。你真的太敢讲了。跟雅兰姐是好朋友，不要紧的，反正皇帝那。第一次入围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：“我是皇上，你敢跟我较量吗？”我说：“小的不敢，小的稍有不慎会有人头落地。”但我必须要说，我刚刚已经跟郭哥讲了，郭哥入围男主角的时候，真的整个演艺圈都替他开心。我们真的很多人从小看着他，带给我们开心。然后他不管在任何岗位上，都这么认真，做足100分。好玩的，好玩的，大家都是100分，好不好？谢谢郭哥，谢谢。好了，还继续演哦。不要了。这个今天有来参加典礼，等一下散场之后领红海股票一张，